青年旅馆叫做 High Boston， 然后非常非常的干净，因为好像今年才新翻新的。旁边的韩国人非常的夸张，弄了一大锅人参鸡跟小菜鸡在那边吃，不知道是不是出来玩太久，很想家还是怎么样，只能说韩国人实在是太屌了。就这样，拜拜。